B 九零它算是一个比较新世代的机种，那它的上拔的方式也跟别人比较不一样。那它这边有四颗 sensor， 然后我们是这边的弹性有点疲乏了，所以它导致说它有时候会感应不到，然后它会自动会跳回来这样子。对，这是最主要想要送大包样的原因。对，这是最主要的原因。没关系，我们帮你达成任务。大家好，我是维提咖啡的 Monica， 今天我出外景咯，但是为什么选择在这个好雨特暴的天气呢？因为我们跟客人约定了要今天来取他的机器做大保养。那么这家客人就是在台北市北门旁边的 Mountain Kids 三小孩，他说他的机器有一点问题，因此呢打电话来说要进行大保养。于是呢我们今天的工程师就帮客人预备了一台双孔机，会先送上去他的吧台上面，跟他的机器做一个 change 交换，然后呢把他的机器带回去大保养。俊翔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吗？为什么这台机器看起来蛮新的、哦？为什么需要大保养？因为使用的状态下其实都蛮 OK 的。那我们觉得就是上下把的部分会稍微有点点，我觉得时间使用下来有点耗损了。在我们每天都有大量的出杯的状态下，我觉得是需要去进场做一个维修跟保养的。用多久了？因为我一般听说大保养好像有五年以上嘛，那这台才。它大概三年多左右而已。对，那我们是想要确认说，锅炉的有没有盖值，那就把它做一个保养的部分，那去做更细部的检查这样子，那也是确保我们的咖啡的出杯品质。哇，那你们真的很重视品质，一般我听说那么年轻的机种还不会来进行大保养。对，然后加上我们也有一些耗材想要做更换，好比说像是项圈啊，或者是上把的感应的那个 sensor， 都是想要一起做更换的。对，那我们今天会准备一台备用机给你们，让你们可以正常的营运。好，谢谢维提台湾这边，那谢谢 Monica 的协助，谢谢。因为 KB90 它算是一个比较新世代的机种，那它的上拔的方式也跟别人比较不一样。那它这边有四颗 sensor， 然后我们是这边的弹性有点疲乏了，所以它导致说它有时候会感应不到，然后它会自动会跳回来这样子。对，这是最主要想要送大包样的原因。对，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对，没关系，我们帮你达成任务。
那借用 Game 的机器 GB5 我们也已经安装测试完成了。那以确保您的机器在送大保养这个过程当中电务跟营运都能够正常的进行。谢谢你们的协助。那今天是8月16号我们预计在两周内也就是8月30号把您送大保养的机器还回来给你们。好，没问题。好，那我们收到机器的那一天。OK， 謝謝，那我们就回去整理机器咯。OK， 祝你生意兴隆，拜拜。謝謝，
板你好。你机器 KB90 在两周内大保养回来了。期待很久了。试试看。好啊好啊。好，保养完前后有没有觉得很大的差异，还是觉得怎么样？就是一些细节的部分，我们使用上面会比较更顺手一点点啦。那像刚刚技师有提到，我们比较常使用到的奶管，然后旋钮啊，它都有帮我们上油，让我们使用上更顺手一点点。我觉得这是很贴心的地方，这样子。嗯，其实您的机器看起来蛮新的，然后打开里面也蛮新的，所以会做大保养，表示您是一个还算对品质要求很高的人。是，对，没错，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们平常就很努力的在做清洁跟维护，然后还有各样的逆袭啊，然后我们每一段班在交接的时候都会稍微去注意一下它的状态，所以就是我一直维护得很好，但是因为储备量也许也还算蛮大的，然后同事们在使用的时候偶尔会发现一些问题，那陆陆续续觉得啊想要一口气把它做一个解决这样，对，想说送个保养。所以这次大保养的经验您觉得如何？我们觉得非常满意，因为就是在换机器的时候借我们使用一台不会影响到我们营业，然后在保修的过程当中技师都有跟我们及时的那个做联络，然后告诉我们说他们做了哪些进度，各样的保养细节都跟我们回报，然后很快的就送回来给我们，所以我们觉得很开心这样子。那可以稍微跟我们介绍三小孩的店的特色在哪？好啊，我们就是2018年的时候设立在这个北门广场旁边这样子。那因为这里就是算是交通枢纽嘛，有机捷，有捷运，然后又有台北车站，所以来往的过客还蛮多的。然后隔壁又有很多旅馆啊，那来这边玩的外国有旅客也是非常多。那就是刚好非常适合我们使用，就是拉玛洛口的机器，稳定，然后又很耐操，然后品质非常的让我们安心这样子，所以就是很高兴可以在这边使用这样子的机器。这样我看外国观光客因为疫情后有没有回来，他成长多少，然后跟之前比起来，你觉得？我觉得跟在2020年锁国之前的还是没有回到之前那么多啦，但是已经开始有陆陆续续有回来，对。那但是疫情这段期间就是国内自己的市场内需的市场有比较成长这样子，对。所以你们外带的客人会居多，占比较多的比例？对，外带的客人还蛮多的，尤其是因为我们广场就还蛮舒服的，有时候就拿了就在外面喝，因为我们空间比较小一点，虽然二楼也算是很热门的位置啦，就是大家喜欢在二楼，然后透过窗户看出去很漂亮这样子，那挤不进来的话就是外带。好，那我们非常谢谢三小孩把机器送来给我保养，也希望你们的生意越来越好。谢谢谢谢。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按赞、订阅、分享，然后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謝謝，拜拜。拜拜。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好，按赞、订阅、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好。